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12月18号啦。咁啊，而家喺北潭涌啦。今日咧就会 Q 三个标啦。第一个就系大墩啦，262啊，同埋268同埋267。另一个咧就系雷打石啊。咁啊，大概系咁啦。咁而家系12:20。咁啊，继续行啦。咁其实系封咗啲郊野公园啫，条路又唔使封嘅。哇！呢个厕所呢度咧，上去呢度。今日咧就有啲太阳，今朝咁啊，琴日就天阴阴，所以有太阳，今日冇太阳咧，相差好远。有太阳咧，不过而家又阴咗，但系有太阳咧，就令人咧就想行山多啲。阴阴沉沉咧，就麻麻地。虽然天气好好，哇！呢条路一上一上咁斜，好继续行咧。嗰一段咧就系变咗呢啲山路啦，我周围都好多山头。跟住就转咗啦。我觉得死人行。咁啊，跟住 GPS， 跟住呢个绿色嘅书带啦，今日都多啲小路，跟 GPS 就准啲啊。咁呢度装翻呢条路，咁呢度就应该由呢度上啦，即系就应转右啦。呢度就系上大墩嘅路。呢条路就正好多啦，就多人行啊！呢条大路啲，呢似唔似另一个千岛湖？呢就西贡。咁啊，而家要行呢啲。醉咯！唉，所有都垃圾口罩，哇！呢啲都上得好急。好，到啦，大墩。就会去到呢个小山峰，再去往后行，就是雷打石。
咁呢个小山峰喺头先嗰个大墩望过去都几特别嘅。首先由呢度落嚟，咁啊要落个大斜斜翻落去，再上翻去，哇都落去又唔系好咁深，但系都冇办法啦。雷打石，仲有一个柱标柱石，咁啊继续行啦，唔影啦，呢个都好斜，都影一段啦，即系等大家知道呢一段系点样斜法，都真系斜嘅其实。要打手套啦，因为手粗。首先就由呢度落嚟啦，咁啊，如果想去雷打石，应该就系呢个方向，就系北潭涌呢个方向。继续行，又落去又要再上翻去，我行到呢个十字路口就唔使谂啦，上山啦，先翻屋企就北潭涌，上去雷打石大房仔咯，上去雷打石就得一条路嘅啫，就呢条，之后要上山啦，头先落几多咪上翻几多，仲要上高啲添，咁上上下就变咗呢啲路啊。都斜斜地嘅，啊！成头先喺呢度落嚟。落到谷底，跟住上翻嚟呢条路上，咁咧就要上嗰度。嗰度后边咧，应该冇搞错，呢个就应该雷打石，或者后边嗰个山。呢度内陆，净系望山，啲人冇乜兴趣。啲人中意有海有山，咁就靓。呢度咧望嚟望去都系山草，唔系去探访雷打石嗰个标柱石，或者行嗰边，即系正常都唔会去应该。我呢个山顶仔就唔系雷打石，后边呢个先系。上一段路，唉，咁靓。真几步，行得到雷打石。你好，你系咪影相啊？系啊系啊，俾你影咗先。好，唔该。呢个雷达咁就要走啦，向呢边啦，到九成可以影下
八啊，月睇到六月咩？七可能。哦，呢度咧种车啊，种车嘅头先嗰边啊，因为呢个真系要伸手扶住先得啦，劈向下，所以都呢度真系劲斜，喂，一落咧就即系有好多吸。你一定要扶穩，確保係每一級都係踩地，估唔係一日碌落去十幾米啊，都唔頂啦。啱啱由呢度落嚟，咁啊去咗條大路啦，咁啊轉左，咁啊去挑埋最後一個。最後一個係627啊，628係雷打石。626頭先是大墩，呢度咧就係李浩徑，係 M61 段。咁啊，前面就係再上就係雞公山。62号 M62 啦，咁而家去呢个627，所以去石坑呢度。咁呢碌柱咧就有 intake QA， 可能水务署嗰啲我哋检查嗰啲水质啊，可能呢度喺度兜。咁呢碌柱好大碌啊，两米唔系一米。二乘一米二乘七米高，好过瘾。咁头先就系沿住呢条路过嚟啦，而家就去武英路黄武英村。咁啊，上到去咧就应该擒上去嗰个627嗰度。就行啲手边，行到村屋，冇人住咯。呢两路有车就 OK。过咗条村就会行完呢个山路，又开始。头先条村都几靓，起咗好多丁屋，新嘅丁屋，有车就方便啦。嚟到呢度咧，一条路、两条路、三条路，咁啊。呢條路跟住紅色絲帶，差唔多到啦，咁呢啲草都长，但系条路都仲见到嘅，冇以前啲路咁难行啦，都系长嘅啲草。
好啦，揾个六二七啊。呢度唔系好高，200多米，但系有芒草啦，亦都睇到应该要睇到嘢。627好啦，跟住呢要跟住红色丝带，头先嗰度一开始系行错嘅，应该跟住呢啲大道有丝带嘅路就啱，都好玩啲啊，唔系头先嗰啲，有红色丝带。用黄色丝带，咁落去啲路咧，呢啲沙石路好碎啊，所以好容易好跣啊。同嗰个雷打石落嗰个差唔多，不过呢仲碎啲，仲跣啲。雷打石嗰度多人行。呢啲碎石成咗俾人，即系整到好多，但系呢度咧全部都系少人行，所以好碎。我差唔多行到底有石级，听到老声，红丝带又出现翻。见到条路。好，见到曙光，呢个唔知咩村，哦，头先想片嘅，就系呢度红色丝带过去，好，而家落去就系西贡一条大马路，我行翻去搭巴士。